不能空手而来吧。Banana, you like banana? You like banana? 给他，给他啊！一定要给他，他是唯一一个没吃香蕉的，给他。那我要来，不行。你有大香蕉了。我的香蕉，我的香蕉。香蕉给你一个最多的 banana。Banana。因为我队长大秀，大家好像又回到了就是第一天来这儿的那种感觉，在一起训练，在一起生活，我们是很有信心的。第一个八拍，哎，先走吧。好，我们第二个八拍做第一个，对不起，我再打个岔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你们在跳 Lucky 那段太多停顿，他一个人会觉得更单。我觉得可以再凸显每一个人多一点。如果要改来得及。跟他们集合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们的舞蹈，觉得有点简单。也是最后一次的一个队长大秀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再更精彩一点，画面再更多一点。其他人是没有跳，就像以前我奥斯卡的，是你的 locking 是突然间觉得，嘎，妈妈超炸的转掉，你就妈妈下去棒。就是做一定要一个招，就是你不能只是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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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。一开始大家真的因为又要比赛，然后各自又要准备表演，其实我们跳的其实一开始蛮不顺的，然后包含像队长看就觉得不行，觉得这样子没有办法上台。不要这样上上去，我们人很急，这样几点啊？不能说的，还可以排完啊。明天睡我的，如果是明天那明天拍我。所以我想整齐。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，就请将你手中的红蓝色的毛巾扔到舞台上。三、二、一，请投票。好，请我们工作人员上台收毛巾。加油！开翻全场。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艺人张志出场。这一次总决赛
所有队员都回来一起再跳一次战队小舞。整个舞蹈主题是贴近我们毅然装置的，然后我们各种编排也好，也是我们的风格。我想的是这个，就是你一个人在这儿，然后我们是咚哒咚哒，然后我们上面对，然后我们是咚哒咚哒，然后它的音是哒哒哒哒，我们所有人是哒哒哒哒。主要那是咚滋滋，我们那边是，我们最后是哒。我可以咚，然后你们都打开之后，然后他这个，然后这样，这蛮好的。这次回来是给我们自己战队加油嘛。心情就比之前轻松很多，然后自在很多。四五六七八，结束。好吧，漂亮。那个谁不会数这个，叫他过来，我们教他数。一定是四个八，真的是四个八，真的。5 5 7 4。就不用那个，不用那个棒，动词动词，不要就直接动动动动，啪啪啪啪。数。啪啪啪啪数，卡哎的灯，蹦蹦蹦，啪啪啪啪啪数，啪。就是我觉得当十一个人，大家其实互相都很有默契的时候，真的就像是认识了好久一样。千玺说这个位置我想改一下，然后我们就秒懂。就我们其实五或六都，我们定好就。那就是五收了。1 2 3 4 5 6 7 8，可以啊，我觉得五可以。五吧，那五吧，五好一点，五好。好，五六得吧，五六三四七八吧。我跟亮亮对不到的，去不到啊，这太夸张了。我是最前面，退到最后面。那我们我是觉得这个氛围我好喜欢，然后会能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我也能分享出很多东西。其实说实话，在这个节目里面跳舞，我会有那种特别特别大的热情跟激情，我会特别想把浑身力都用上，就那种劲儿，我在生日会啊或者自己别的表演上面是从来没有过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效果是还不错的，我一直会拿第一。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，就请将你手中的黑金色的毛巾扔到舞台上。3 2